1971年。 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，中美两国运动员在比赛期间进行了友好的互访。比赛临近尾声时，中方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。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不是老朋友了吗？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。 1971年4月14日，周总理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，并同美国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谈话。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举行了友谊赛，对这个年轻的国家来说，这是意义非凡的一天。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，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。此举对中美关系的突破产生了重要影响，被誉为“小球推动大球”。这就是著名的乒乓外交。乒乓外交实际上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中美两国外交的恢复。 新世纪给予了中国两份巨大的特点：中国申奥成功，并且成功加入 WTO， 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两台发动机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，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，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地位，在全世界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中国这个曾广受嘲讽的东亚病夫，跟紧时代的步伐， 开始闪耀于世纪舞台的中央。随着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不断提升，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，部分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会输出革命威胁他国。 面对国际社会的各方压力，我国将中国声音传递到世界各处，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。日方称中国海军多艘海舰通过宫古海峡驶向太平洋，并称正在分析中国的意图，请问您对此作何评论？日方总是喜欢炒作中国军队正当合法的训练活动。 美方战争方在贸易谈判中反复无常，经常出尔反尔，中美经贸磋商也多来，是谁在出尔反尔、反复无常、言而无信？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我听说中国是一个没有人权的国家，请问您对此作何评价？我想说，提问无法满足中国平民的民意。错在哪儿？依我看，这主要是心态还没有调整好，心病还没有治好。我只想喝两声。 中方在经贸磋商的问题上异常始终如一。我实话，你能不能接受？你了解中国吗？你去过中国吗？也许是以往中国军舰过宫古海峡过的少了。事实上，自己生病却让别人吃药，也是没有任何用的。你知道中国统一穷200多年后发展到晚又以上的人，我的评论吗？听好，我们都过几次，日方习惯了就好。 我认为，在经贸磋商问题上，美方应该表现出更多的诚意和诚信。我要告诉你，最了解中国人权。
该封关并封起来。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保护人权的话，中国能取得更大发展吗？中国欢迎一切善意的建议，但是拒绝任何无端的指责。世间凡事多元应，纵横当有凌云比。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，国际体系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谋求和平、实现发展的道路日益艰巨。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外交锐意进取、攻坚克难，在国际事务中贡献着中国力量，提供中国智慧，致力于建立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，形成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大国。